在连线，等我一下。有啊，正在录，开始录2分20秒了。不能玩。放着放着吧。啊、你还要拿别人的看锅子？不能让别人来动。完全忘记了。超怎样？超级不行。看到了。你可以往前走再穿啊，我是懒得剪了。对啊，还在继续走呢。对啊。
View A 跟 C 的路口 ，B 位打叉。这么近啊，超这么近，还算安全吧？哎呀，哦，很短一段啊，很短一段。有人在翻滚，
好像两边很安全哈，两边很安全，而且就慢下来就转了，就左右滑吧。膝盖好痛啊！撞到膝盖，板子拖板撞到膝盖，好痛啊！因为我变八字，我就想说趴下来好了。膝盖要凹陷了，真是。是内侧吗？还是正面？怎么内侧正面？我之前偏大概撞到这里吧。内侧啊。应该是撞到翻顶吧。我撞到自己的板，我是撞到。我觉得是翻顶吧。哦。这样子比较好，哎，这样，这样就可以，有啊，这样就很稳了，啊，啊，就这样，弯起住，因为还要踹它。在最缓的地方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有，这有就一定有左脚了。好了，哎，我的左脚中招了，左边膝盖，走了，太松了。
在放松的时候，左脚没有抬起来，最后就有点发酸，就酸。你看不到，哪有？有山谷啊！我有说旁边是悬崖，两边两边是悬崖，等一下等一下骚扰车，你万一十几辆骚扰车，你就可以。太暖了，走起来也很舒服。可以滑哎、欸，有松懈的样子。好的。我这边很丑。再一次就可以了。两次。随便啦，都好、啊。那我跟你后面，这次我跟你后面。没差，就是看看你的状况。我记录一下，看得到。这是一开始的路不窄窄。一开始路其实也有点像这样，对啊，我就这样滑，那种不用回山就会减速的这样，转转，还是我们去滑半管这样，滑管，不是啊，那个是说地形是半管，但是不是真的半管，是斜。他不是说到话说明会讲的，那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搞啊，搞的。
发蓝光是在哪？侧边看到是蓝光。WiFi 开着。哦。我后来觉得这样子看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路比较方便。不过也还好，我这个拆也好拆，我就拆下来开好，再把它插上去就好了，也是可以。接下来往哪边好？左边吗？还是右边？又要走路。哦，要走很远嘞。太累太累。Thank you.
这一间呐、啊？对啊，我也猜是这一间。那什么都看不到啊。啊你先喽。你先啊。撞树转一圈。哦，怎么了？太松吗？转不过去吗？太松了这边。你的雪地不见了，就是在雪里，要等一下挖一挖才挖得到。一根啊，还有一根哦。所以我就说看不到啊。插在雪里吗？你在下面横着穿哦。要爬很远呢、欸。其实刚这里你本来的地方就平了啊。那你很松，哎呀，
踹他几脚，踹他几脚。轻轻脚底，有吗？好，哎呀，上来很好，上来那里会比较慢。继续啊！
你一弯腰就顶过去了，我应该有入到。等你啊，看你啊，我应该在你后面才对啊。好，慢慢去吧。你好，很累哦。嘿嘿嘿，好了，可以回去吃饭了。一次是不是就够了？好嘞，不是撞一下很痛啊！撞一下，撞树很痛。而且我跟你说一个很可怕的事。什么事？我觉得我往后拉的时候，因为毕竟撞会马上反弹啊。嗯。我好像听到我的脊椎有敲一声。哪里敲一声？就是哪里？脊椎吧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后来转没有痛啊，但是就是自己可能脊椎有痛。你说脖子啊？对。你有帽子撞地上、啊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是被反弹的那一下，在空中的时候就撞了，然后啪，然后再转下去，然后换起来吗？没有吧？但我真的有听到，换就是、嗯、就是自己帽子里什么东西摩擦水就嘎一声，我要死定了，我要那个了，我很动了。嗯、这边说是什么风，怕会雪崩、哦，就没有开了。我等一下回去看膝盖，应该也是 OK 吧。我撞到整片树，也是哎、欸，到现在撞，只能手去挡了，然后也停不下来，我就停不下来。有啊，其实你可以直直的滑下去啊。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对的树。而且他是撞到树才停下来。你提早练习树林了，那你要照教练的要诀，滑树林的要诀就是不要看树。这看的是死定了。你看他，你就滑他；你要看别的地方，就滑走了。对，你先记得这招好了。对，刚才靠要撞树了。我没有看清楚，不过应该有录到吧。
超白痴的吧？滑去才刚开始就滑去撞树，对啊，超白痴的。而且当下我真的停不下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嗯，已经用手挡了一下，大腿还刮到。嗯，痛，很痛哎，当然很痛。嗯，现在不会，现在没感觉。好了，那现在讲了。哦，你说吃饭时间，你还要滑一趟吗？不要。哦 ，OK。回去进去再讲好了。对啊，我们的，如果他有滑，那就第三趟。那走路太累，我觉得这个雪场这样滑很累，这样滑很累。他理论上这边还有个缆车，他没有挂啊，不然坐那个回去是比较爽，比较划算的。你看他完全没挂，那地图上有。哦，就是我刚才问你说怎么两条线。对啊，就两条。还是要吃景观餐的，只有轻食。嗯，好啊，他已经先休息。嗯，你觉得他是两趟还是三趟？两趟吗？对啊。钱包在你那？对啊。哦。是也不是很饿。饿了。你饿了？撞完树就饿了，刚撞完树吓到一下就饿。你花的体力比较多。我现在就开始在觉得那样子滑是蛮舒服的，就是很明显旁边有东西帮你停下来的那种滑。这都比前面安全，前面太窄。我刚就说我前面走的跌跌撞撞，没想到给你拍的第一下就撞树，实在太丢脸了。你再帮我捡个撞树啊，爬地特技好了。真的，所有的爬地都捡起来哦，你要记得哦。嗯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，真是救命。干嘛？嗯，因为我的镜头都看到我的小丑。发怎样狗啊？女主找宝物特辑，找宝物好了。我只要一只脚被绊到，就是不是主要脚的那只脚被绊到，我就会。应该说那只脚被卡远了。我今天分叉的是，就是被卡远了。对啊，我平常。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昨天呢、啊，不是在教你小伞吗？然后我教的诀窍都很烂，我回去看影片都觉得很烂。我后来悟出来的诀窍，我觉得很好用、欸。要转之前内脚抬起来，转完再放下去。抬起来。对，超好转。要转之前抬再转，然后抬的那一瞬间，你另外一只脚就会用力扭一下。因为你抬的那一瞬间，那只脚就会要出力，结果刚好会扭一下。对。所以刚刚那个窄的地方，我都用这招小窄跟在你后面，嗯、我就敢转。你要试一次才知道，而且你就会发现这招超简单，就是抬。你要示范给我看啊！欸欸欸欸你自己有看影片，你现在用嘴巴讲，我怎么可能听得懂？不，这一招。听得懂我就天才了。嗯，这招不是看影片，以前有看，但是我早就忘了。对，但是我很少看。嗯至少你要给我看到人家的动作大概怎么样，然后你再搭配文字说明。不然你每次都用讲的，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风帆，叫我原地转一圈。那也是我悟出来的。你要叫我手握紧那个舵，我对着那个柱子转一圈也没有屁用啊！嗯、我照你说的做啊，我风帆的时候我照你说的做，对着那个柱子转一圈。你没有叫我手要固定啊，你重点没有讲出来。现在再重新描述一次，就是弄着那个棒棒，用脚推板。不是。对，我后来懂了，但是你要跟我讲那个点，手抓住要固定，不要动。但是你没跟我讲，你一直跟我重复讲，你对着管子要绕一圈就可以了，然后对着那好像在骑舞哎，对，又不是。
去啊，拜托你这次回去替补沟通。我是说回台湾，你有，我好像忘记带郑先生。那个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弄那么多，弄少一些，然后回去用橡皮筋包两防恩圈，好不好？用橡皮筋防恩圈应该可以。给我，给我。你再放剩下的、啊。